小朋友专注作画，这次把图案画到灯笼上。光山西来寺响应2024春节灯笼彩绘，即便远在海外，但创作力也不落人后。鼓励学员把星云大师行淳贺词“云水自在，祥和欢喜”融入到彩绘当中。不止小菩萨挥洒创意，综合学院老菩萨也集体创作，透过画笔把洁白的灯笼变得五彩缤纷，每一盏都独一无二，各有特色。完工之后喷上防水漆，邮寄回到台湾总本山。借由彩绘过程，为2024许下新期待，也为自己点亮心中明灯。金卫视美国洛杉矶综合报道。